韩国瑜打算仿照英国伦敦眼，结合地标还有爱河周边业者，要在最短时间内打造爱情经济。爱情产业链一定要做，我们将来一定要做很多产业链。爱情产业链是高雄得天独厚，如果不去发展爱情产业链，怎么得了？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商机，陆客也会有。那我们本土的一些新人，在我们的高雄这边，有这个产业链的部分，那也会带动这个部分。婚纱业者拍手叫好，但等。